些考察信息也顺势储存于当堂，收集到的。我是这样的，当时发现网上有人公开登录所谓的这个考察信息以后嘛，这个河南省交办也是立刻设法取缔，截断了一份这个关于网上出售的这个考察信息表。到随后呢，他们就将这份信息表呢，跟省交办停办的这个高考报名通知书也进行一个统一对应的。